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已经早上八点多了，今天出发了，现在要先去医院做个核酸。把车就停在这里，这里做核酸人比较少，高平这边。根据相关要求，进出医院时请自觉佩戴。小医院，只需要15块就搞定了，很快就做了。有违章拍照。我又来到清泉寺这个停车场了，我在这里停了很多次车了。但是我一直好久都没有去上面了，今天要去上面逛一下。我先去那上面买了东西，再回来把这个地板贴了，贴了我就可以出发了，哦耶！其实我一直都想着出发出发，但是在家里到现在已经多久了？啊，差几天就两个月了，差几天就整整两个月了。时间过得超级快，我回来了，收拾这辆面包车，买了这个，然后那个老板还送了我这红色的，我又开始摆摊了，今天比昨天更多，是因为我带了这个行李箱。后面就是要把这个，要把这个全部除掉了，除掉再出发。最主要是我这个地板没贴完，贴完了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塞到这个沙发下面、座位下面，这样还可以放很多东西。这下面，我可能10几号要到那个悬崖村。那个小花邀请我去他家过年，他说17号他那边就准备着过年了，然后去的路上可能要经过资阳，就是周伟豪那里，顺路的话也可以去，到时候也看实际情况，因为过年的话他那边人可能会多一点，就是我去的话他是很欢迎的。就是也怕其他人介意吧，因为我们毕竟相隔还是挺远的，好几百公里呢。有人说让我干活戴手套，戴手套真的干活太麻烦了，这么点活没关系。我这衣服都弄得好脏啊，太阳又出来了。巧克力打电话，喂，哎，我在弄茄子，没出发呢，我今天做哎，今天做，你到那边吃饭不呢？你在杭州那边吃饭哇？我回来了哟。我去，你好久回来的？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回来的？你回来没给我打电话？机器的皮，你再打个晚点我都出发了，我跟你说我在这贴地板。你去一起吃饭咯，等我，我就是过来找你们去等候。我在清泉寺，你来嘛。当当好久不见呀，又好久没见了哈，几天嘛。你该取名贝贝呀，你为什么不叫他宝宝？宝贝宝贝，我这个还没贴完可吗，只剩最后一块了，我把塞进去就可以了，这边已经贴完了。我昨天说走，结果昨天没贴完就没走，今天你又回来，今天又不走了，刚好赶上了。你看嘛，我东西还没收拾，你看这个我还把人嚼哭了，你看吧看吧看吧，大家又要笑我了，今天还不走。今天我们要吃大餐，吃大餐，你要煮饭是吧？对啊，我们晚上一起去露营嘛，下午都可以吧，今天天气好。行，
玩一天然后再走呗。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。可以啊，我也好久啊，我在家待了快两个月了，差几天就两个月了。我在家有两个月多了。终于把它给铺完了，还剩最后这一片了。好多东西啊，看看巧克力，你也有龙车呀？啊，可以呀、啊。我也把它收拾一下，晚上我们就去找个山顶露营一晚上吧。嗯，这个不错。收一下，收一下，有点乱。这个直接能打开吗？这里面有点乱，因为没整理。可以先随便搜一下，我们到山上再去拍吧。我们先弄了，先去吃饭。好，贝贝，我一会儿就弄好了。我就把这后面的胶抠了，巧克力它也在收拾。收拾了，今晚上就可以露营了。收好了，我们准备走，地上垃圾也被捡了。感觉今天好晒呀。嗯，太阳好大呀，没想到我还穿了个秋衣。我也穿了秋衣啊，我待会要把秋衣脱了。走吧，我们先去那个一中，在那里吃饭，那里可以加水，加满了我们再去找个地方露营。行，嗯，那好。其实我们都是说四川话的人，但是我们要说普通话，因为后期打字方便。很难，打字太麻烦了。好久都没有吃这个鸡公煲，我不敢在屋头待了，我长得太肥了，我只离开南充才可以减肥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啊、你干嘛？嗯嗯，怕闻到香味了。我拿这个洗澡的水都有了，或者自己点点点点翻就可以了。你们还不好拿，我慢慢拿改改。没办法呗，我就那么拿。好汉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呦，好了，在这里了。哇，你还走得更轻松，你就把它拿回去好了。好了吧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啦。哎呀，太搞笑了，我来，你去搬你的那一坨。会了，嘿，太重了。我去把我那头搬过来了，哎，太重了。走吧走吧，再不上山天都黑了。我现在跟着巧克力去，他说要去找一个好地方露营，不知道要去哪里呢，跟着走吧。哇，这边车还挺多，上面更多，天哪！一到周末人特别多，这很多年前我来过的。他们如何把车开到那边去的？还开到那下面去了？那里开下去的呀？对呀、啊。我就是准备说开到那上面去的。面包车来到这个。越野的地方了，哎呀，不错呀不错呀，你看这个，他待会要给我煮好吃的，所以把我哄到这里来了。晚上卖小味咯。我们下一集视频呢，就是他做美食了，在户外露营。今晚上就在这里了。这个草太深了，好动。就深了，直接把它扔到草里面，头都看不到了。好久都没有在户外的感觉了。对啊。那好了，这个视频就碎念到这里，下一个视频就有好吃好喝了。我也要开始把我这车铺一下床了，因为今天晚上。
要住在这里。你有好久没在这车上睡觉了。回来就没有在车上睡过，两个多月了。两个多月了。嗯。今晚上住车上。耶。拜拜，下个视频再见。